妈，高俊生就是替先生爸爸反头来威胁你，好你唔敢将你吼乖去白总地下室的真相讲出来，对无？卡叔公，我的人生来当个顶来，唔知要外好咧。我绝对袂阁做同款的选择，不过可惜，小曼啊，妈妈无法度回答我，妈妈即摆唯一会当做的，就是求真相，希望伊会当甲我遮维持着。别再伤害国家的好几个人了。妈，你是太好了，小老不是你的作风哦。而且现在还没到领书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能投票。因为了要安排自己的先生，为了过得很辛苦。不过伊嘛袂当当作是伤害别人的借口啊，尤其佮家己所做的歹代志，拢怪罪伫个伊家己的出身。伊伫外口偷食，目屎互爸，讲是佮爸学的。高俊生这个人个性就是安尼，任何代志拢是别人的毋对。妈，你真正无必要因为这点感觉自责。你即马是关心则乱。只是去予高俊生吓着啊！听你安尼讲，妈妈感觉真有道理。白木姐，妈妈真正感觉你离婚了后有变较巧哦。可能是因为离开以后。我会当重新看待高俊生这个人。我发现，伊一直拢家己哦当作是受害者，伊嘛真会晓亲情勒索。妈，你即马弥补所有的错误，还阁会好的。你一定要勇敢面对，对你的翁婿讲出所有的真相，安尼你袂阁受到高俊生还阁有黄雪晴威胁啊。曼妮，多谢你愿意尊重我。我即摆有一件足重要的代志，想要约你单独见面讲，唔知你敢有时间？